纽福大师的佛寺的卧轮的啊，那顺便就也开始了，这个应该要怎么样？修行要得究竟，就应该是无能无所了啊，无能断所断，能修所修啊啊。那这个卧轮一开始就有伎俩，那就是有能了啊，然后有能，而且有所能断百思想啊，有所断的啊，有能断有所断，那么那就我相、人相、众生相、有动无啊啊，那无能无所啊，人运动用啊，在这个动用之中都能够取用啊。而且修为啊开始后，菩提宇宙那么大，这菩提啊是不增不减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你的菩提因日大，那这个自见就不对了。那么菩提有因日大的话，那么就有高下了，那心就有高下了。接着下面遍见清净法76页，十祖师居法西宝林神修大师在荆南遇前世，于是两种生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种本见之分，而学者莫知中去啊。先夸奖这个时阵啊，六道大师啊，都是在潮汐的佛林寺啊，哎，新修大师啊，在荆南是即卖湖北当阳县啊，在湖北当阳县的这个玉泉寺啊，于是两种分化，这个时阵啊，两种啊，两种经的经。啊，人称南能北秀，一个是这个南啊，这个听众南能啊，南方就是慧能大师啊，北方是神秀大师啊，所以南能北秀，所以啊，受南北理中啊，本见之分啊，正高不见，见高啊，将见高给分别了。但是啊，学者莫自动去，一般的是别人啊，就在已经呀清楚的，咱也讲南北理中的究竟的是道理的啊，啊去是指去啊，啊知道他们的指去，这边先转一转。思维动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宗，见有此即，何名顿见？法无顿见，人有一顿，不名顿见。啊，这就放在这讲，跟大家讲话讲，法本一宗，换了本来就跟他一宗了呀，啊，对吧？就换了，啊，但是呀、啊。人有南北，南无不叫南北能讲啊啊，那法即一种，法那是跟他讲啊，见有之心，啊见的变形啊，见性啊，而是见到啊有刺激的快慢啊，没变形啊，就不定外面啊，我们的将来都不定的啊。何名本见？法无本见，本有立尊啊。下面合作，尊道的见道嘞，换本来是无尊见。
你就爱看板呐、啊，哦，看板啊，所以有的讲高啊，真心，哦，微信是同款啊，哦，是你必须要定的，还是必须要办的，还是你需要定成就，还是看板成就安尼啊，这是我是同款啊。
店里面啊，那个一条走廊啊，啊，还老高这个，啊，这种关系，所以历代有国师啊，南岳国师，某一种工艺就是总台吼、哦，修行上好的，上多的，某一种啊，但是，当然伊不是讲，绝对是无多样，嘛是无可能啊。但是我应该讲的是当代上界修行上界好的，袂当安尼讲，啊、哦，还讲因为，所谓人外有人嘛，啊、哦，天外有天呐、啊，所以这不一定啊，这是目前上的语言呐。汝等诸人无智于此，令诸人啊。当我当了大家以后啊，可往潮汐参去，那明年去潮汐去宝云寺啊，去采妙高台寺啊，啊，去参决是决议啊，不是解决道理啊，啊，参是参究啊，参究决议，你老这个疑问。去求伊甲你开始，然后做一个决断，安尼，哦，或者决议。明日名门人自称曰：“如聪明过智，可为吾道朝夕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进取，还为吾说。自称禀命之朝夕，随众参请，不言白称。”有一天啊，啊，迄个新秀大师啊，就命令文林伊个弟子啊，啊，我都进行啊，就讲讲，你真聪明，啊，讲你真有智慧啊，你应该替我去做过去听法啊。啊，那是我听到什么戏啊？若有所闻啊，尽心进取就。金融的地产啊，你把家伙的东西不应该去笔记本里做笔记啊，啊，我虽然这么安尼，所以你要加一点字啊，不一点口气有点问题啊，还为无所啊，他本来啊是跟我讲啊，自称禀命自操心，这个因为进行啊以后。应景啊，就去，就可以啊，随众参请，啊，给大众啊，这么参请啊，参究情况啊，但是啊，无讲伊安怎来啊，啊，始祖师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全在此会，自称一处礼拜，皆称其事。啊，这时阵啊，有做大事就大家讲啊讲，啊，讲，现在讲有造化之人，有人来咩，操办啊，造化啊，你这个状态，啊，他的进行啊，就出来定位啊，啊，他定位就跟这个代志，去就是去除啊，啊，成就是成熟啊，啊，他的清清楚楚就讲出来啊，讲这些。啊，文殊叫我来听，阿弥哦，来参究，阿弥啊，做不到呀，啊，因为成就大师，我得到一个文殊大师的亲传，一个啊，做法演讲啊，还是我阿弥，我因为用徒弟来学习过，啊，所以。如从以前来应试习作，这曰不是，是曰何得不是？这曰未作即是，说了不是。啊，这六道才是空，你按你的专心，你的专心来呀、啊，按你应该是
我用你唔講啲硬硬用講嘅啫嘛，我阿傅亞力爭少林山棍，如果我爭啲三個時辰啊，如果阿傅亞力你睇到，我得第一個時辰嘅咩？阿你就傅亞力無修行對吧？啊，就有功啦，啊，阿另外嚟講，啊，我爭用社會老師，啊啊，然後跟他去花莲金谷那边，啊，他就。啊，就这样就很没有，就有果了，啊，所以功果就看做多久多长来定了，啊，那所以那怎么做呢？就是靠这个臭骨头，臭骨头在做啊，就所以这个就是执着这个坐相。也就是说，照相修行啊，但是，这里啊，顺便也要再提一下，丁一公有说的是，不要卖这些嘛，啊，或者说不要打坐，你想你，只是叫我们不要执着打坐啊，执着静坐，但是坐还是要会坐了啊，而且也还是要坐。啊，做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法门，是一个方便。啊，那方便的法门是令我们达到究竟相。啊，所以方便是手段，不要把手段当目的。就是这样。下面，自称在半月，弟子在修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今闻和尚一说，便起本心。弟子生死四大和尚大慈分为教师。师曰：吾闻如师教士学人戒定慧法，为神如师所戒定慧形象如何？与吾说看。啊，听好了讲，记性啊不够，在没摆呀，啊。大家坐在四方啊，弟子啊，我的这个新修在师家学道九年啊，已经阿多高你啊不得其物，这是阿哥我长摸掉啊。经文和尚一说，其他家伙兄弟这个讲啊，怨气本心，就马上开发。我问心嘛，弟子生死四大啊，弟子啊，我就行事时代啊，所以啊，希望好兄弟弟子弟啊，我更加给我报喜啊。也就说在师讲啊，讲我听讲，如是林师傅啊，就加这个学历嘛。还修这个戒定慧法啊，唔知啊，临时路上讲一些戒定慧的话的形象是安怎样啊？啊，你跟我听看卖啊。曾曰：修大智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所行，名为慧；自定其意，名为定。啊，即说如此，为神和尚以何法为人？这几天的广告中请求在四方诸恶莫作就去改了啊啊诸仙奉行有何做是会就是定位啊诸仙第一有何做定你所讲的就是安尼啊他们在国兄弟去用什么换来告回来啊四月，吾若免有法与人，即为狂儒。但且随方解福，假名三昧。如如师所说，戒定慧是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变。啊，你坐在这里讲，吾
有法于人啊，我让他光万物无患，这当何狼啊？极为狂怒，啊，那就是天理啊！啊，这但且随方即福啊，但是啊，我是跟他随方，随着方便呢 啊来解开众生的戏服啊。假名三昧，那把这种十方界服务的这个过程啊，就假名称作三昧之用啊，啊，三昧就是定慧啊，定慧之用啊，如如是所说皆定慧，那求名是无所动也该定慧啊，实不可思议，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你去赞叹的啊。所以做事的做事啊，这些用为功能的排位啊，啊，那么需要赞叹的啊。我说见界定慧有界，但是啊，我说定定慧这个概念为啥都无共款的啊？是等于界定慧是何一种？如何分别？是曰：如是界定慧，皆大乘人；无界定慧，皆最上圣人。故皆不同，见有此境。如听无说，与彼同否？无所说法，不离自性；离其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明啊，其实一千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界定慧法。听无戒曰，再听无戒曰啊，啊，放下。进行的功法功，该定位啊，是和和就是应该啊，是应该一种而已啊，啊，该定位应该是跟他宽了点啊，如何分别？乃公立该定位，高文殊光该定位，不能敢宽的啊。十曰啊，如是该定位，皆大圣人，名是无所共为该定位啊，是皆应皆待性名啊。啊，皆因修行本性的人一人啊，啊，无界定慧皆最上圣人。啊，我所讲的概念为啊，是皆因修行最修行一人啊，啊，误解不同，见有此境。因为这是我的概啊，啊，我跟解是分开来讲的啊。我开悟跟理解啊，啊，开悟跟理解啊，这速度无同啊，啊，这是速度的意思啊，啊，速度啊，啊，跟层次啊，啊，无同啊，见有此境，见就是见性啊，啊，见性啊，刺激就是快慢啊，无变无慢啊，如今无说与彼同佛。你今晚听我讲看卖啦，啊，我有甲伊所讲有共款的无？啊，无所说法不离自性，我所讲的话啊，拢总是不离自性啊。啊，人都不离自性的，以自性来讲啊，啊，自性就是本性，以进入本性来讲，离其说法。名为相说，这个相是相，他说相啊。那这离体啊，哎，离开这个这个真理进入的本体啊，真如的本体啊，来发观了、啊，那你就变作相说，相说就是说执着啊，取着外相的说法。啊，你就变成取照外相的说法，啊，自性常明，啊，你那种取照外相就自性，这两个是没啊，就不能够见自性了。其实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你不爱怎样，一切万法啊，拢应该爱就自性。
么说？我们的心呀，心地无为自性净，心地无私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净，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好，你看我这个底呀，这底下的心地无为自性净。若体悟了心地本自无非，那就你天我就这心地啊，本自无非啊，非就是报错了啊，这心地啊，本自无非没有报错，反正就是啊，清净了，心地本自清净了啊。然后要加一串字啊，而其如此心地本净之心啊，心与身与二业啊，就随顺这一个本性而行，不为这一个本性啊，那么就称为心地自性界啊，这自性界加一个心地啊。啊，变心地自性界，所以两个叫心地都是清净不灰呀、啊。两个，这个生于二业随顺而行，随顺这个真如本性的清净之心而行。啊，当你对自性界，因为呀，戒法就是生于二业嘛，啊，体悟了真。这个心地无非以后啊，心地本质无非啊，清净，那就要弃入这个本净的心地之心，然后生于二业，再随顺这个心而行啊，这个叫做自性净，心地自性净啊。心地无私自性慧，同样的啊，若体悟的心地本自无私，那就见到这个心地啊，本自无无欺呀，就是心地本家的心，本自地慧呀 啊， 啊，然后再体悟这一个心地本慧之心啊。啊，生于二业，随顺此心而行，不为此心，就称为心地自性慧。啊，心地无乱，自性界。若体悟心地本自无乱，那这天我就心地啊，本自无乱了，无乱。这些病啊，啊，那体悟这个心地本病之性，生于二业，心里无量根，无量啊，啊，心故里边啊，不随顺此心而行，不为此心，因为心地自性病。金刚，若了悟一切法本自不增不减啊，那尊了我一切诸法啦，用本来的心不增不减啊，前面的不增不减啊，就是再烦不减，再生不增，再还呐、啊，还复啊，随缘。你的迷啊，凡夫虽然迷啊，但是他的本性也没有减少，这不减啊。凡夫虽然迷啊，但是也本性无减少，无减少啊。再生虽无不增，啊，修行啊，虽然修多进多啊，但是也本性嘛无减少啊。
半夜进行入断、入罪、磨灭啊，所以万法皆如啊。四金刚，四金刚啊，就是如是者自成金刚心，自成金刚智啊，自成金刚身啊。自成金刚心、金刚智、金刚身，这样叫金刚啊。如是自成金刚智、金刚心、金刚身，念念皆作金刚宝座啊，不可动摇。念念能解决金刚波折啊。啊，不可动摇，阿弥陀的自金刚，那就真的就是什么了？就是见性成佛道，或是即身成佛了。啊，生气与生来本三昧，啊，虽然有这花心呐、啊，啊，还是报。破心啊，心起心来呀、啊，啊，心起就是，人起一了啊，啊心来不然就是啊，啊，本三昧，本知本见东西，依靠这个三昧力而行啊，这是功行多了。这些境界呀、啊，啊，不管你是来出席呀、啊，他们来呀、啊、是依缘而来呀、啊，依教也不能来，来受分啊。那走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缘境啊，然后依三昧力而行。好、啊，这个就是。譬如本性的界定慧啊，所以六祖大师所说的界定慧啊，就是性界定慧啊。那这个圣修大师所说的界定慧叫相界定慧啊。成文即回现，乃成一体，无蕴幻真。幻合究竟，回去正如法幻境。这净心啊，你听了这个资料，就会啊，忏悔啊，啊，啊，下，谢罪，下罪啊，啊，他就攻击了这样五蕴幻身，五蕴乃是幻身。啊，五蕴啊，本来就是跟他幻化之心啊，跟他就是幻化之身啊，啊，啊意思就是讲，啊原来依靠啊接触这个幻心的修为，啊因为讲出来常做不恶嘛，啊，那你讲这是修行啊，啊，毕竟出来干嘛常做不恶啊，啊。所以你就是无了解讲的心啊是无蕴幻身啊，顺便讲对吧？因为幻身的对是假嘛啊，有一排人啊，你听啊，无一定是一排人啊，但是有人吃着啊，就人讲别人讲啊，取自于啊啊，讲借假修真，阿姐哦，啊，现在跟你讲啊，这什么意思？你知无？啊、哦，那讲这款的话，人哦，伊都爱知影，伊就是哦，执着这个假身呐、啊，那贪爱呐、啊，所以，伊要讲啊，这个是假，这是假身啊，但是我还要借这个假的来修真呐、啊，所以我嘛爱个修妙妙，假妙妙，安尼叫啦，啊、哦，所以非常的宝贵，他这个臭骨头，啊、哦。
这个生命很重，那看来这个无欲完成啊，所以借假修真这句话继续比较啊，他们讲一块圆觉性的专家以幻修幻，幻如一幻，你以幻身来修幻法还是幻了，对吧？啊，所以，要有借假要修真，假的要把它修成真了，那就跟他用一瞪眼睛共工，犹如蒸沙煮饭了，蒸沙煮饭，你去刷啊，未来去刷这个铁都崩，我看那铁嘛会听得懂，对吧？这借假要修真，物有是处，多透明啊！你假法要把假的就已经够糟糕了，你又要借假来修真，颠倒自己呀，于此不可及呀！啊，这怎样对就不丢呀？那只是一个贪爱这个假身的借口而已，明白不？看来这个万家不分不能死啊！啊，所以共还是这样子的画出来啊，这当作有合理化的借口啊！啊，因为我都爱够纠结的，假的身啊来修真的法，所以哈、啊，我这个假身也是很宝贵的、啊，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在几块地上呢，非常贪婪。尤其是贪自己的身呢，啊，但是救心来得到这个心呢，就是因为贪爱的魔文的哟，这心呢，啊，贪爱的五蕴之身呢，所以在这个五轮回啊，哟，这就换哈，他是点点嘛哈，这个他比啊，他是点点嘛，就不动的哇，他是点点嘛，他就他就水就水啊，他就这样哈。这进来进来行这个进来再怎样按照回去啊，按照回到回去有点怪异啊。他的下面幻和究竟幻就是幻法，幻法何能达到究竟呢？这幻化啊如何会当达到这个究竟啊？你这个换心来修换换，你那里当得究竟，当得究竟嘞？啊，因为定到一个为无蕴幻幻身啊，对不？那无蕴增加的就幻化之心啊，按照一切幻化的心啊，你来修幻化啊，那里得究究竟？你破这类啊，回去正如回就是回念。啊，回念就是跟他人在家是回转道啊，对吧？啊，回次，那反正来回头是按念回啊，啊，若回念去就是转去啊，回念转去真实如如之法啊，那就是回念啊，专处这精细，精的精细的如就是。如如啊，啊，精进如如地方啊，法观不净，啊，你